这里是海峡梦之塔的外观，然后可以搭电梯上来。这个是上来的电梯，那现在刚好是夕阳西下，非常漂亮。漂亮的是建筑物。那我们现在要从楼下拍一张合照。这旁边好像是一个商办大楼吧，还是一个会议中心。好，就这个角度。